Hello，8点钟整，我们好像有点晚点进来了。我看到这个我们的帅杯已经在 stand by，很谢谢你哦，今天晚上抽这个空出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今天这个主题。大家晚安，空姐创业学员，这一次我们陆陆续续邀请了几位空服员下来，跟我一样，就是大家想要在自己不同的领域，从空服员下来之后，不管是转职，或是创业，也都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园地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邀请的贵宾现在已经 stand by 了，所以待会呢会上线来跟各位来见面，所以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分享哦，帮我们分享，让更多人知道。我认为呢，空服员在年轻的时候，大家很有这个机运，也非常的幸运的到航空产业来工作。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众所瞩目，觉得说哇，考上航空公司工作，空服员工作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份工作。但是呢，现在大家如果说我们离开了航空产业，大家又很关注，那到底这些空服员能干什么呢？前阵子很多人讲说，空服员下来都找不到工作啊。我心想，哪有？我认识的空服员都很优秀，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份工作。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这个帅飞呢，就是空服员的手作甜点的创办人。那就是本名我就不讲，我们叫帅，像我们大家叫他帅飞啦哈。那经营了自己什么样的店呢？那他经历过什么呢？从空服员下来的心路历程的转折，这个很重要吧？很多人都说空服员下来放不下身段呐。然后又说，哎呀，空服员事实上也没什么专业啦，对不对？能做什么？哦，你错了，你错了。其实空服员能做的事情可多得去了呢，只是看你如何开始，怎么样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或是你有很好的 idea，然后这个 idea 怎么样把它落实，变成一个可以实践，而且又能够成为自己事业的第二春。最重要的，兄弟要兄弟要，就是你做这件事情是可以影响很多人的。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来跟我们来参与今天这个讲座，这个直播，然后想听听看我们的帅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进入各个转折。这个转折其实刘老师也经历过，但是很重要就是你要有不同的思维来看你手边现在要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帅杯上来跟我们大家 say hello 喽，好，帅杯上好，来大家喽。好，大家好，我是空服员，手做甜点帅飞，刘平老师好。你好，你好，现在大家都叫你帅飞吗？这名字怎么取来的？是你自己取的对，我自己取的，是不是很不要脸？很不要脸啊！不过我注意到你啊，以前你在航空公司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一直都是航空公司的那个叫做招牌人物啊。
对，这很开心，很幸运啊，公司栽培这样子。因为有一次我不知道我是飞到哪里去，我也是坐的是复兴航空的，然后我就经过那，我就看到你一个那个人形招牌站在那边，我还帮你拍了一张照，哎，谢谢老师。不过那时候比现在瘦很多，现在有没有胖？现在一定会胖啊，现在做这个食品业的都要先经过自己把关，有没有？你要试吃吗？我要试吃啊。你要试吃哈，哎，我真的看到你很多的在 Facebook， 其实我一直都很关注你。然后我觉得最近你们也在网络上在做直播，对不对？很有趣啊。而且我觉得那个蛋糕看起来每一颗都感觉很饱满哎，那个面包。待会来跟我们谈谈你的面包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好啊，没问题。好，不过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在，这个烘焙业里面，当你在做的时候，你那时候有没有做过一些市场调查？你有没有做过一些市场调查？就是说这个烘焙业其实在台湾其实很竞争呢，是，对不对？对，对，很竞争。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行业做你创业的第一个项目呢？因为我觉得烘焙业台湾大街小巷都有，那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其实一开始我在创业的时候没有经验，所以我也没有去分析说它整个市场的状况。那我是懵懵懂懂的，光有一股热情去做。那我整个创业过程应该算是边创边学，然后慢慢摸索出一个思路出来。嗯，对对啊，因为你是自己有喜欢这一类的嘛，比如说你自己喜欢烘焙啊，或自己的兴趣开始着手嘛，还是说只是认为单纯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有利润的行业？应该是说我从烘焙这件事情我找到了一个在生活中的平衡跟成就感，是在我从航空公司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在航空公司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做一些东西，自己烘焙，在家里做，看 YouTube 做一些甜点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做甜点的时候，就会拿到带到航空公司里面去与同事分享。那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透过了烘焙这件事情，也能够让我人际关系变好，然后再加上在客人方面，就是我也有分享给我们班机上面的客人，那客人吃了之后他们也很开心，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就感的来源。对，这是让我先有这第一步的这个想法。不过很多人做烘焙都是自己喜欢吃，像我遇过个朋友，就是他自己就是很喜欢吃，然后到以前在飞的时候就一边飞就尝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甜点，于是他有这个方面的创业。所以你就说也是边做边学，不过这个要缴很多学费耶，我觉得。对，一开始要缴很多学费，而且我应该算是前期我摸索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那我最后才去真正的投入这件事情。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先去学然后才决定创业，还是已经去创业了然后再边做边学？我前面先去学，我有到人家的咖啡厅去打工啊，然后也有去了解原物料跟整个进货的这整个流程啊各方面，然后也有去外面学做烘焙。那但其实我觉得好有心哦。对，但我其实简单这2年还是学不到什么东西，因为等到我真正投入创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是我在咖啡厅还有在烘焙教室学到的。比如说什么？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状况会发生。比如说我前期有可能资金不够，那当我资金不够的时候，我要怎么找资金？那当我东西坏的时候，我为了要节省成本，那我不想要去花钱，我就必须自己修理。所以比如说当我微波炉坏的时候，那我是要直接换一台微波炉，还是我去研究微波炉要怎么修理，就变成了我什么都要去沾一下。然后烤箱有时候
坏掉，灯泡坏了，那就换灯泡。但是如果拉门坏了，那你要去送修，它有一个车趟的来回，那又要运费，又要维修费。那如果我自己研究要怎么修，那这笔钱都是我可以省下来的。就是这，但这些都只是小小的事情啦。但我意思是说，在整个创业的过程中，我所要学的是方方面面、各式各样的事情，每天都在成长。对，而且这些看似是小事，可是你不处理也不行，对不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从头到尾，就是自己如果能，当然亲力亲为是很累啊，但你找员工做，说真的，有些员工也不懂，那你又要花一笔钱请一个专业的人来做，来来回回也花了时间，还不如自己先动手做了，就会变成是这样的情况。你先有经验嘛，那等到我去教教同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知道，那自己我也是在一个状况内的情况下，我觉得风险会比较低。明白，明白。其实创业这条路啊，像走过来这样算算，这样几年呢？我觉得加上那两年应该有六年了，因为我自己成立公司的话是四年。嗯，那你为什么选这个名字呢？而且你们家的 logo 真的是超可爱的。而且我发现蛋糕上面都有你们这个 logo， 我觉得真的很可爱哎！你们是怎么想要这样子做这个名字，用空服员的手做甜点？其实我这个名字，我觉得我还真的是有选对，对，这因为我到后来慢慢去学习创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觉得说，哎，我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算是一种故事吧。我觉得我就是把我的人生、我的故事，然后变成了一种创业的故事，然后分享给大家。那当然，这个 logo 的话是我跟我的另外一半，那我另外一半叫做小飞，那这个 logo 是他设计的。我们两个以前都是空服员嘛，那我们就一起设计，然后延续了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生的故事，这样子。对，我刚刚有看我有看你们的一个影片。就是其中有一位曾心怡，对吗？对对对，他是小飞。哦，他叫小飞，所以叫帅飞。对对对，我们是双飞。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在做品牌的时候有品牌故事嘛，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就像你讲，就是你用你自己过去的是创事业的前半段，告诉别人你之前做了些什么，从你这边发起的一个 idea。然后这个 idea 基本上不能只是 logo 嘛，因为 logo 设计是死的嘛，但是 logo 要赋予它精神，对不对？是，所以你就用蛋糕来传递空服员的这个精神，我觉得这个很棒啊。对对，嗯，其实待会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有非常多的分店啊，我相信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们可能都没有去过，待会我会放一个影片让大家看一下，其实你的店也设计的小巧可爱耶，有好几次我经过你们家的店面，对。所以说，但是我没有，我都没有进去，因为那时候有时候去是下雨天啊或什么的，我都急急忙忙的经过。等到疫情过后啊，就一定要去。而且，哎，我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下？也许我们可以策略联盟一下。其实你可以帮我们开发一个我们自己专属的蛋糕。哦，可以啊，那我来帮你卖哦。想法怎么样？我们可以后续再来谈。对啊，哦，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影片哦。所以待会要大家先等我一下，我来上传一下这个分享，这个我们来看看小飞的帅飞的你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你们让大家看一下你们公司。你这个可以帮我加高一点。
好，刚刚我们看的这个影片，哎，啊，你有听到我声音了吗？有有有。刚我们看的这个影片啊，当你在看你这样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事业把它搭建起来，自己的舞台啊，你刚看的那影片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就觉得一路这样子，就是看到这个回忆，就觉得说哇，这样子撑过来，真的是觉得很 amazing 哦。到底是怎么撑过来的？那样对呀、啊。不知道是怎么撑过来的。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创业之前，其实大家都会，很多人常问我说，哎，老师啊，那创业的话是要准备很多钱吗？好，其实你们这个行业说真的，一入门的时候其实您就有一个门槛啊。好，你这门槛，你有没有给一些就是想要做这种高点创业人来讲，他的资金，当然我要问也不对，因为有大有小嘛，但是就是说他入门的时候资金呢、啊、你会觉得说他们应该要准备至少多少才能够进入你们这样子的门槛？至少我觉得如果是，其实说实话，我一开始还没有投钱的时候、嗯、我就自己先拉了一个粉专、嗯、那我就先开粉专再说、嗯、那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就是大家就是做好甜点，然后把自己作品拍照然后上传，然后看一开始你们先从亲友然后慢慢 run， 那觉得整个过程、嗯、但其实我觉得我参考了很多，我真的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别人怎么做的，那我觉得我不是复制别人，而是我把它吸收成一个养分，那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故事，然后投入在里面变成我自己的东西。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只是初期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就自己先成立一个粉专、嗯、那钱也不用拿的太多，但是至于拿多少，我觉得可能要自己评估自己的能力，比如说你的产能有多少，那你要投入多少的烤箱，那搅拌机、嗯、你的周边配备要投入多少。那我这整个过程中我是一直不断的在投入，因为我的烤箱那时候是家用型的，那我一共是烤坏了4台，我一开始是在家里、oh, oh. 然后我每天这样烤，然后我第一台烤箱烤坏了我就赶快再去买，然后等到不行的时候我直接买第三台来两台来 run， 然后第二台也坏掉了我再补第四台来，然后就变成我在整个比较小规模的时候我是买了4台的家用烤箱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搅拌机一开始也是家用型的、嗯、那到后来我真的是觉得我评估过后我觉得我的产量能够来负担我接下来要投入的东西，我才去租了一个再大一点的地方，还不是租现在这个地方，我还是都是比较低风险的慢慢的去成长，但前提是我觉得我能够负荷得了现在的产量了我才去投入的。所以可以，不过我看有和人，大约30到50万。不过我看有很多人开店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一切什么设备啊，全部都是全新的、啊，全部一次给它 settle 进去啊 ，install 进去。你觉得我其实我个人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风险真的蛮大的、欸，因为像你比如说你用坏了四台的那个家用那个什么，家用的那个叫什么？烤箱嘛，对吗？对，烤箱就是在用坏这4台过程当中，其实你也是一直不断在累积你的经验，找到你的可能工作上的 bug。我觉得这个的过程其实，有些人会觉得熬不过去，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很麻烦啊，怎么又坏了、啊，怎么又做怎么样，就会容易放弃耶。那你那时候有这个创业分享的时候，有这个创业 idea 的时候，你第一个是跟家人分享吗？还是你第一个跟谁分享你想要这么做？我是跟我另外一半小飞做分享，那我就是跟他分享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产量已经达到一个什么程度？那我们当然在过程中，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找创业的资料，也买了很大量的书籍来看创业跟烘焙业，那。我们也是很算是静下来去分析那接下来会怎么走，虽然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分析可能也不完全全部都正确，但是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必要的。
因为它能够让你厘清一个你接下来要走的一个思路，让你比较清楚的知道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对，所以我是跟小飞我们一起来讨论。对，我刚看了影片当中，就是你们的店，我记得有一个店是在忠孝东路的后面的巷子里面，对不对？那个是你们第一个店吗？实体店，对。对，第一个实体店嘛。对。怎么会选在那个巷子里面呢？那个巷子很后面的巷子哎。其实也不会。为什么我这么讲？是因为如果我选择在最显眼的位置，最靠近外面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租金是一定是比后面巷子还要高。但是其实我后面巷子的位置也还不错，它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它只是隔在很热闹的巷子的大马路的后面一个巷子，对，其实我走一条街就进来了。那其实因为我是从网络起家的，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喜欢我们的客人是因为网络上而知道，并不是街边店的客人。那我可以从我网络上的客人告诉他们说，哎，我的位置在哪里？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实体店来。那其实我觉得经营这件事情也是，如果你在稍微也不用太偏僻，就稍微后一条巷子，那慢慢做，慢慢做，口碑自然会流传出去。明白，明白。其实我刚看你那个店里面，就是那个连地上都有一个飞机的跑道啊，就那个真的呀，也是很可爱的，也是很可爱的设计，就是完全是沉浸在大家一进去店里面，就是感受就是跟机舱的内部是一样的。哦，对，我们就是把整个品牌故事吧，包含我们生如卷的那个上面也是撒了一个飞机跑道，那其实我们也是有故事在里面的哦。对啊。那你们像比如说刚才做那个网络店面的话，人家来买的时候，你觉得客人常常给你们最好的称赞是什么？或是有不好的建议，或者有一些建议，或是给你一些比较好的称赞是什么？他们建议说，哎，要甜一点啊，或者哎，你们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啊？有没有给你们什么样的实际的回馈？其实因为我们开始在设定产品的时候都是减糖低负担的方式，这是我们这个创业的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客人啊都是蛮喜欢我们的这个风格的。我们就是主打减糖无负担。所以在食材的严选上，其实我们还没有实体店的时候，我们从网络开始就不断的在宣导我们的品牌风格跟甜点风格，所以久而久之，其实喜欢我们的人，他就是喜欢我们的味道。那有时候可能我们设计了一款新的产品，那哎，可能会请旧的顾客来品尝，就是我们的忠实顾客，那他可能会给一些不错的善意的建议，就说哎，我觉得这款蛋糕蛮好吃的，也是新产品，那我希望说在甜度的地方可以再降低一点，这也是我们想要得到的回馈。那我们也很感谢忠实顾客给我们的这个意见，那回来之后我们会再重新调整配方，然后确定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拍板定案之后再顺利的上架。哎，我先上来。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客人，就是说他来现在在你地面上经营这种实体店遇到的客人，跟以前我们在飞机上遇到的客人，你觉得不一样的是在哪里？在飞机上遇到的，因为我应该怎么讲？因为我现在的话，应该是管理面的问题，因为以前我可以自己去解决，在飞机上是我自己服务嘛。那就等于说我能够用我的思维跟逻辑，我知道怎么样去做判断。那现在是因为我变成了管理者，那外场是由我的同仁去做服务的，那就会变成说我会跟他们先做一些训练，告诉他们说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那可能我会先举例一些，但是有时候还是赶不上变化，就是可能有一些是突如其来的，那他们没有经验的话，他们有可能会造成客诉。
那也有可能他们会自己发挥，但其实我觉得发生这些错误都是让我们公司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吧。就我们过去可能也有让顾客不开心的地方，但是我们都会很尽心尽力的去解决，包含事后电话的慰问，或者是下一步我们在碰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解决，让所有公司的人都知道。对，以前我们做空服员的时候是第一线工作嘛，那现在变成经营者的时候，变管理者的时候，你觉得其实这个的跳脱那个框框去担任不同职务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有很多是很不足的哦。以前我们在飞机上工作是什么东西都帮我们 settle 好的嘛，就是我们只要上去做第一线服务就好，现在我们是要帮别人来 settle 好，帮我们的员工 settle 好，让员工去执行以前我们的工作，我觉得这是要换整个脑袋耶。对啊，还蛮不容易的。那你觉得在经营管理来讲，对你来讲你觉得最大的 challenge 是什么？最不好意思，你说什么？就是你换成一个经营管理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挑战管理上面的挑战，我觉得是一种沟通吧，我觉得是与同仁之间的一个沟通方式，因为你面对不同的同仁的时候，那当他犯错了，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告诉他，那可是人又有很多种，那对付不同的人，那你可能要有不同的方法，但我觉得我一路上也一直在学习，因为其实我过去在管理上面，我自己也遇到了很多错误，那我也是不断的在反省跟找资料，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我觉得even 现在我都不觉得我是能够非常做好一个非常好的管理，我都还在学习。对啊，而且这次疫情到来啊，你觉得你们店里面有做了哪一些？因为我觉得我发现，你看我发现你在百货公司进驻了很多的店面嘛。那现在百货公司现在都没有客人去，那你们这段时间怎么样来因应这些的改变呢？我觉得我们的实体店啊，我们一共掉了八成哦。哇，很多哎。一共掉了八成，那我的固定成本又很高。太可怕了。对。所以我们就是走宅配，因为我们就是根据政府的方案嘛，那现在就是疫情的关系，大家都不能出门，那也不鼓励大家到实体店，那我们就转一个思维，我们就去想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它放大，那就是走宅配。那所以说我们在产品设计，如果我们要专心走宅配的话，那我在产品面上可能过去有生乳卷，但是我又想我的圆形蛋糕也卖得还不错，所以我就会去跟我们师傅内场的同仁一起讨论说，哎，我们能不能设计出一个宅配类型的圆形蛋糕，不只让我们的顾客可以吃到生乳卷，也可以吃到这种圆形的圆形蛋糕。对对对，讲到这个蛋糕， 我有准备了一张你的产品，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商品，我把它的图找出来，因为我有帮你整理，我帮你找的这个图，但是这个卷是，其实这个卷是我一直很想要去买的，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去买这个。这个卷应该是你们最，是不是最老的？这是你们最经典的吗？我一开始在家里就是做这个。哦，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就很想咬，这个真的是看起来非常的，觉得很物超所值的感觉。这个我们也把它当成蜜月蛋糕，每一次有很多蜜月妈妈，他们要订个50条、100条，他们都会选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商品，我看一下是你之前给我的这个图，就是你刚手上有拿着的这个。啊，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因疫情所设计的。我们因为疫情，所以设计了这款蛋糕。那因为我们也有这种的原型，那过去我们的原型蛋糕也卖得很好，那我们也想要让我们的顾客能够在家里也能够吃到这样的蛋糕，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说怎么样它可以经过宅配的那种晃动，然后也能够不失掉它原本应该要有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把它设计放在这个小圆罐里面，那在宅配的过程去做测试、去晃晃它，因为宅配过程它会一直颠簸嘛，对对对对，我们去测试说这样子拿到顾客手上它会不会变形，所以对啊，就整个烂掉了糊掉了什么的。对，所以我们自从设计了这个之后，我们在网络宅配的订单也是成长了蛮多的，有很多顾客都会选择我们这种宅配系 的蛋糕。你们在疫情的时候宅配到最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最远算是、澎湖。澎湖。澎湖啊、哦、对。哇，他也是你网络的忠实粉丝哦，对不对？支持你们家的。嗯，对，这是宅配部分，但是像国外的朋友他们也会不知道在哪里听到、然后也会来台湾买，然后问我飞机上的问题，刚好我刚好是这方面的专业，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们在飞机上的话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他 才放心的购买这样。哦，真的、哦、所以你还一边就做就是糕饼做蛋糕，还一边可以做 consultant 哦。不过你在创业已经六年了，你这六年之后，我想在比如说人的风水嘛，都有十年转嘛，对不对？等到你要到十年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中长期的一些计划呢？你会不会想要跟的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想到了像我，比如说我做了二十几年，我到每十年我就会有一个改变。你会有想要到中长期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有没有你欢不欢迎有些空服员他想下来啊，他想创业可以去找你吗？嗯，其实过去有这样子的，也有一些有一些外面的朋友他们也想要加盟，但是我现在是因为我想要先把根基打好，那我是不排斥这件事情，只是我觉得我必须先把我自己整个运作流程然后都弄顺，让我觉得我的收支平衡都能够算得很清楚，那等到我成立总公司之后去做加盟，我觉得是 我不排斥啊。那未来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往这个海外发展，或者是如果像中国大陆有机会的话，或者是那个东协有机会的话，我们都不排斥，只是我觉得在这些前提，因为我觉得那个扩散是扩散的很快，你要开另外一家店，你要找人家加盟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的品牌形象跟你的口碑已经做出来了，一开放一定势必会有人，但是如何让别人来加入你的时候，你能够保持住你公司的初衷你的理念，不要因为在海外开了或者是没有经过总公司这边，然后那个整个品牌调性跑掉了，这个是我不希望发生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急。对，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在上海的经验啊，比如说其实将来你要到上海去，但我们有些资源我们都还可以再来再做分享，但就是说因为我是觉得跨境要做品牌哦，我觉得如果你我们的后面的体系不够大的话其实是蛮困难的，其实你不妨可以找到当地人，把你的原料跟你的 know how 给他就好，品牌用他的名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因为你的品牌比如说空服员手做甜点，你交给加盟的，我跟你讲他绝对做不出像帅飞这么样好的东西，因为换了一个人做其实他就会大不同啊，是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把你的原料你的 know how 的东西掌握在手上，其他就是品牌让当地人他们自己去创，他们去创一个叫做玛丽的手作甜点也可以啊，什么 Peter 的手作甜点也可以。刘老师的意思是说算是技术转移的意思是不是？嗯，对，你应该把你最核心的 know how 把它放在手上，品牌不要用台湾人的品牌，因为你用你自己，没有人会把你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对，这个是我有一个也有一个经历啦，就是说那你就让他变成他的孩子、对，那你怎么样协助他、这也可以思考哦。对啊，谢谢，因为我想没有就是分享啊，因为我自己在大陆过去的时候，其实我是把刘平空姐学院的名字是放弃的，我是没有用台湾的名字的，我去就是重新建立新的名字，但是我的所有的教科书教学方法书籍全部都是台湾的一整套整理出去，然后把文字类别改变掉，然后老师也是当地 local hire、
那反而当地的那些学习机构啦，语言学习机构，哎，他就愿意跟你合作，因为他是挂他的牌子啊。但是里面的原料是买我的，跟你分享。其实，这种做大陆人他们很喜欢，因为他不要用你的牌子，用的牌子还要给你什么权利金啊，什么什么，他不要的。大陆人他不会还没赚到钱就先给你钱。那台湾有加盟是说，哎，你加盟我的牌子哦，空服员的手作甜点，你一年要给我120,000。他不，大陆人不会给你的，他会觉得说，你用空服员手做甜点，那我就用空乘员手做甜点。那你说，哎，那你就说，哎，你抄袭我，你山寨版。他说，谁规定那是山寨版？哦，他们对这个没有那个 concept， 所以就是会变成大家都是山寨版啊，看起来都很像，可他们都觉得不一样就不一样啊，什么叫山寨版？所以这个是我在上海的一些心得，跟你分享一下。好啊，不过我觉得创业再跟刘老师请教细节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大家多聊聊啊，因为做创业的话，跟以前我们在线上飞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同的脑袋啦，思考都完全不一样。不过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那我想很多空服员像目前还在待飞啦，甚至有些之前已经被裁掉了，有一些还准备要复飞，那有些人现在就是已经就下来创业了。正想要创业，但是我常被很多人问到，就是说，那我创业我要做什么？那你对于这种已经下来的不是空服员的人想创业，或是目前有些年轻人他想要创业，那你给他会不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吗？我觉得他可以先在相关的产业先去先去做，先投入去做。但是我觉得一开始可能要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毕竟空服员一开始是被大家捧在手上的，那你既然要选择去做创业，你应该要把自己归零。然后我那时候自己去咖啡店，我也是洗碗啊，扫地拖地啊，然后打扫厕所啊，也都是样样来，那也没有人会去注意到我以前是空服员的身份。但是我就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自己想要干嘛，我自己知道就清楚。那我是建议大家说可以让自己归零，然后去认真的思考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先去业界先了解一段时间，然后也多去跟有机会的话多接触厂商，然后多接触老板，那多去跟他们聊。那聊天过程中你可以吸取到他们一些好的或不好的，可以吸取到他们身上的养分。那我觉得，我觉得你真的很活哎。以前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生意人哎。啊，会吗？我记得我那时候英文不是很好，有一点呆。不过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真的、啊、就是很灵活啦。所以我觉得现在你说拖地啊、扫地啊这样子。其实如果你心里没有更伟大的更远大的目标跟梦想，我相信当下大家都会流眼泪，就会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可怜啊，空服员下来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可是当你心里有一个自己的城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现在是在盖一座城堡，而不是在做水泥工啊。对啊，我觉得是心态啊，一个心态要调整。 对，这真的很重要。所以创业的人真的不要只是有梦想可是却没有办法逐步踏实，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我们要给年轻人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忠告啦。没有、不然每天我都在听。我在整个创业的过程中，其实有好几度也很想要放弃。我也会觉得，当我累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以前当空服员的生活，每天都被捧在手掌心，每天都有人向你帅飞，然后人家就称赞你，哇，当空服员怎么样怎么样。那有时候你会自己会想说我现在在干嘛，我现在为什么累成这样。但我觉得就是要真的就是有时候累了坐着休息一下，重新思考一下。但我觉得创业真的是就是有时候真的会有好几度想要放弃的念头，但是撑下来的话你就会一直走下去。对啊，尤其现在疫情的时候，很多人想说我到底在干嘛，是未来要走到哪里去。对啊，不过我希望疫情赶快过去，大家能够很快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那我们也今天很感谢帅飞今天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我会把影片就完全会放到 YouTube 上面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吗？好，那谢谢帅飞今天参加。好，我们下次再来谢谢再来演
再来研发一款蛋糕，全部只有可以给我们来卖哦，给我们学员来卖。好，好 ，OK， 谢谢帅飞，谢谢，好，谢谢，拜拜，谢谢，拜拜。好，刚刚听了帅飞的采访，我希望，我真的觉得帅飞真的给我一个蛮大的。心得耶，就是说因为以前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还年纪很轻啊，哦，没有想到他一转头变成自己是一个经营者当个老板的时候，那思维很快就调整回来。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要创业的人其实越年轻越好，因为越年轻的话你不管在经验上的不足或资金的不足，我们都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开始去想办法，想办法，总是会有很多旁边人看到你这么努力而不放弃的话，很多人都会愿意来帮助你的。就像我们讲的，如果你的目标在前的话，就是达到是迟早的问题，重点是你的目标在哪里。所以呢，今天的空姐创业学员呢，在这访问的我们的帅飞，希望各位就是在7月7号，就是下个礼拜三，我们一样有一个分享创业的一个创业家，是国泰航空的空服员哦。他创业从国泰航空离开，他是香港籍的哦。他回到台湾来到台湾之后，那他从事一个知识工作者的心路历程，他是怎么样从飞到说到写呢？那下一次的礼拜三，我们7月7号会跟各位继续来分享。倘若各位就是说你是空服员或者创业，或是你有没有在创业，你希望能够有创业的商品，我们在创业学员里面也都有跟各位来分享跟提供，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来洽谈。那如果你身边现在有很多空服员在创业的也希望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来跟大家来多多的面对面，来多多的来接触。 OK， 好，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